非常想靠我的努力，靠我们三个人的努力拿一次三连冠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李嘉诚又往前倒了，转要保持在这儿。嗯，你现在每一次一转就已经跑到这个地方了。来，五六七，走，一半圈。五六七八一，没有起来，你先吸起来身体。晕吗？再转一个 OK 就不练了啊！五六七，走，一摆。今天排练反馈的都挺好的，反而后面的转圈成了整个表演最大的问题。上次就说让你调整吗？每次。其实那次你们走量走了之后，我在那我其实我就有点崩溃，其实我的状态不好，我得不到老虎的反馈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给你反馈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，不是都哭了，不是我在天啊，不是我跟你住那么久，不是我今天惹你哪来的？两个嘉诚沟通起来，我是彻底感觉到了，真的完全两个世界的人沟通是怎么样的，完全对不上号。没有跟你一对一的聊过天，无论你是不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你也没给我打过士气也好，你那个全是我在，不是说我怎么样，但是你起码给我一点点反馈，因为我生活很累，我不要怎么，但是你就不动于衷，我这个我很累，就我没有跟你说，你有时候还说话，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，我都没说。我是一个快节奏的人，起床快，刷牙快，吃饭快，连手机充电也快快快。虽然我跟老谷平时不在一个节奏上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改变不了他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。停一下，谢谢。其实还是那个动作，就是你指的那一下，你看啊，就是那管乐那边是很厉害的，很大的阵仗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我在看电影里面的一个小段，他在这个乐队的包围里面呢，跟这个女生唱了以后呢，他突然就把那个手指指出去了，结果发现所有的校园的窗口都有管乐，基本上全场都有管乐手的，对。但如果你是，啪，他的反差不会有你，这样的感觉大，看不用看。这个好，就这个。耶！呜，收工了，走吃饭。这是韩母，对，这是比较秀秀，适合他是吧？OK， 好，那再往下，这个是那个怪异的谷嘉诚。这个剧本里面会有一些皮皮坏坏又很搞笑的戏，但是同时也有他们的本身的人物个性在里面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剧本给他们。你看这些道具真的好棒啊！哇，这些东西都是上学的时候学的。元素周期表里面 CA 代表的是什么？钙啊。哇，铁是什么 ？Fe。真的吗？那镁是什么 ？Mg 啊。哦，我好厉害呢。是你小看掌门人吧你？除了这几个，我其他都不知道。你不会连羊也不知道吗？我见到我们这组的女生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开心的。见到真人比想象中更漂亮一些。好，来，准备摄影。二场时间一次。你要让思纯小姐把手抬起来，你再关门好不好？哦，再把它抬起来，再关门。她要跟你打招呼嘛？你刚才有看清楚我是谁就跑出来了。我刚才刚想举手，她就啪把门关上，感觉他们一点都不喜欢我。不着急啊。雨欣，是我观测到的，他们谁也不许用。我们也不会用。停，你出去干嘛呀？你要把人家请进来。应该是我进来
我播音乐给你们找找状态，好不好？来，女神啊，来准备。他停，哎，你能把门打开大一点吗？让人家挤进门行吗？怎么了？他有说你们的每个人的特点吗？然后说你什么少女心还是什么？然后说你很爱哭，动不动就哭的。我倒没有动不动就哭了。我倒没有动不动就哭。